哎，你知道《149路公交车》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149。对。啊，是那个《武林外传》里演那个。我问的路。哎，你们好，我问一下啊，知不知道149路公交车站在哪儿？不知道哎。不，这个认出来没？这是谁啊？是那个《武林外传》里面那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把你认成江超了，你大嘴是不是？看过《见面侠》吗？ 看过，就那个大鹏，不好看。了不起挑战你看了吗？没有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强烈推荐你。乐嘉、撒贝宁、沙溢、阮经天、马上、岳梦。<笑>我看岳梦这全照片太逗了，这是他这是挖煤吗？ 在井下待了十几个小时，真的待十几个小时吗？对，很恐怖，很冷。你应该问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他待了十几个小时？哎，对，你怎么知道待十几个小时啊？因为我就是。你好，你好。沙溢，沙溢，对对对，叔叔，哎，很年轻的，很年轻的。哦。电视里看的。你厉害。叔叔，这个您看出来是谁？我看不出，这是他。他配角。 他是主角，啊，您配角，我长得就像一个配角吗？还是肯定有一点，肯定有。